吉迪以林香新欢百分百神速配21岁鲜肉球星马杰森很会赚。是周刊报道，乐天球员人气拉拉队员林香近水楼台和同队小3岁球星马杰森恋爱 ING。两人因拍通讯连锁店广告结缘，根本洗澡来电啊。男方当时表示很害羞，我都不敢直视他们。而女方早在 Instagram 现实动态里偷渡男友姓氏，球衣编号谐音写下我的爱马48，哎呦死下。稳交2年多的文香下马 CP 浮出水面，哀鸿遍野啊！粉丝只能轻轻唱一首《让我慢慢忘记你》，像朝露蒸发阳光底。究竟21岁马杰森是何方神圣，可以捷足先登得到林香姐姐？前面是蛮紧张，可是上了场之后就不会想太多，对不对？这一棒呢，要考验的是手背哇！马杰森扑出去 ，nice play！是的，来自布农族的马杰森可以说是安打没收专家，专门以超强的美技手背帮对手画句点呐、啊。哎，也许就是靠这般好身手接住了林香，用诚意就可以打动我，不需要用钱啦。我喜欢那种有点黑眼圈、有点胡渣、头发很长，就是比较才华洋溢的感觉。应该说人的胃口都会变吧。自称有恋爱脑的林香上任男友是百万 YouTuber 反骨男孩的孙生，孙生为了林香离去曾哭得乱七八糟。为什么今天邀请林香跟丽奈呢？非常的巧，我们三个都是处女座的。你有没有养过男生？有，我就想照顾他。对，不能因为对方没有钱，我们就这样嫌弃他。说到钱，处女座林香很会赚，传广告代言费百万起跳。金牛座的马杰森以480万元签进乐天，现在月薪约8万元。星座都说处女和金牛是十拿九稳的速配，给予祝福，粉丝别在那边靠了。Hey, what's going on? 三立娱乐新闻报道。